这个问题没有那么容易暴露啦，这个真的遥遥，目前真的遥遥无期。哎，亏小编还很希望喝到你们喜酒的说。哎，回想这段异国恋是怎么开展的呢？我欢迎今天的唱将级来宾，32岁的王彤与大他5岁的艾辰，2011年合作新兵进行曲，进而相恋。哦，说到他们相爱的时候啊，谁都记者采访都要自备墨镜。就希望能有一天我跟他一样帅，是吧？你看吧，你会先求婚还是先告诉大家？当然是先求婚。哦，对好，哦，对，我告诉大家再求婚。哎，那个梗能像话吗？两人原定要在2017年10月办婚礼，后来却告吹外传呐，是因王彤阿布觉得艾辰经济方面还不足，另一方面呢，也希望女儿多再为事业打拼一下。王彤听妈妈的话，乖乖继续拍戏，艾辰呢也努力经营餐厅事业，就是因为这样各忙各的，让原本黏贴贴的小两口变生疏。哎，现在王彤还因为工作被曝介入马俊麟婚姻，尽管当事人都澄清了，但想必正牌男友艾辰心里还是很不好受。娱乐动新闻报道。讨厌，怎么能不看苹果台？苹果台全新上线，6月18日